我国正加紧构建七龙探海，美媒担忧的究竟是什么？发出灵魂拷问。人类的征程是星辰大海，上可以到九天揽月，下可以到五洋捉鳖，但由于深海高压、低温等恶劣环境限制，我们对深海的认识甚至还不如火星多。近年来，探索深海的价值逐渐被重视，各国也掀起了探索的热潮。日前，据报道称，我国蛟龙号支持母船深海一号离港进行后续海试实验。这艘母船排水量4500吨，续航能力超过12000海里，最迟力达60天，可在全球无限航区执行下潜作业，为下一步构建七龙探海立体深海探测网络打下坚实基础。目前我国已建立了深海四件套，包括蛟龙号载人潜水器、海龙号无人游览潜水器和潜龙号无人无览潜水器，还有用于深海钻探的深龙号。在这一基础上，我国还将继续构建七龙探海立体深海探测网络。目前能在7000米以下进行深海探测的只有中国，这意味着蛟龙号可在占世界海洋面积99.8%的海域使用，将计划在2020年展开全球首次环球航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近日美媒报道称，中国计划在2020年部署11000米的潜水器，前往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。他们可以设计更复杂、先进的潜水器。而美国的担忧是中国耗费巨资挺进深海探索所带来的战略意义。除了科研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矿产资源。水下1000米范围有可燃冰，再往下4-5千米深处可以发现多金属结合，估计储量有1.5万到3万亿吨。这些还只是深海资源的冰山一角，然而公海的资源属于全人类，找到矿就可提出矿权申请。美媒在文章还表示，反观美国的深海探索还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，美国能否承受得起代价？因为谁控制了深海，谁就控制了海洋。